我们先请我们 special 团员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喂，好，好，好，大家好，我们是 special。大家好，我是 special 洪振。大家好，我是 special 陈诚。special Kitty。今天邀请到大家三位帅哥，我觉得很帅啊。粉丝们都要暴动了。首先一开始当然是来跟我们 special 团员来聊夏天啦，因为其实知道他们最近三位团员最近都很忙，像是啊我们呢陈翔跟洪振最近刚忙完是我们这期的偶像剧《开会制霸青春》，对不对？对，现在还正在拍摄当中，还正在拍摄当中，就希望到时候出来之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多多支持。哇，好哦。以及呢像是我们终极系列啊也在持续拍摄当中，那这个时候就来问一下了，那最近的工作是不是很累？最近我跟陈翔因为拍这个 HiFi 的关系，所以刚结束了一场大的球赛。哇，所以看起来应该是真的蛮累的哈、哦、希望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应该没有吧，看得出皮态，看起来蛮帅的哈、哦、好，来，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来，我们换 Kitty 好了。最近就是学业刚告一段落，就是放暑假，那也在准备接下来的唱片。那我们七月就准备，七月中准备开始预购。哇，这一块，大家支持喽哈！好，那接下来啊，当然是其实呢，他们三位团员平常都忙碌的，那当然要来问一下了，平常忙碌之余，那私底下呢，我们的像是一些休闲工作以外时间的打扮穿着都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就跟我今天穿的蛮像，就是比较能够很机动式的去做一些活动或训练的。那因为结束了一天的拍摄，也希望让身体放松，穿这样子比较简单的色调和运动系的感觉就会比较符合我的需求。那今天的这个色系，因为它是整个虽然说颜色是黑白，但是它的图案很抢眼，所以我觉得很棒。哇，所以其实呢，我们的 Honey Honey 我们的风格呢也是暗黑系的风格，可是像呢这样穿成运动风格，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啦。很紧张哈，我看你汗流蛮多的。我是比较怕热。比较怕热一点。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我平常比较喜欢穿比较街头风一点的东西，因为平常工作都是工作人员帮我们配好嘛，对，所以私下就会很想要做自己的样子。所以平常大家知道，所以这样子平常休闲的打扮就是蛮帅气的，对，还是要有一点层次的搭配，那就是比较街头一点的元素啊，比较俏皮一点。而且其实你应该平常也是蛮跟时尚的一个人，你看我们今年是很流行牛仔风格，对，刚好就穿了，对，丹宁风，所以就穿了一个呢，我们 Happy Happy 的我们丹宁的外套。好，那接下来换我们 Kitty。因为我比较瘦，所以喜欢就是。喜欢比较多层次的穿搭，对，那就是里面加一件衬衫，然后再加上 party party 就是经典的头衣，对，就是比较休闲，但是又不邋遢的。哇，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他们三位穿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且其实我们 Hardy Hardy 呢，我们是 Ada Hardy 的我们今年新引进的全新护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 Ada Hardy 呢，大家都知道是以经典的虎头为主，但是换成 Hardy Hardy 呢，像他们三位身上穿的，大家都有看到骷髅头吗？就是我们今年也是很经典，我们 Hardy Hardy 的经典的标志。好，那接下来包包拿牌子拿产品。来，先拍照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进行吧。好，来，三位这边多拍，多换几个 pose 好吗？好，来，我们同时也来拿，来这个还是请你拿着它拍好了。好。那我们在拍照的同时呢，其实也稍微详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我们的 Party Party 呢，我们也是目前是由巨星刘嘉玲左手边上面全新概念暗黑系摇滚潮流品牌，所以其实大家在拍照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身上呢展现出摇滚的华丽感，并且呢融入不羁前卫的自我概念。其实我们保留了 Ada Hardy 的 DNA， 像是有涂鸦、有纹身啊、重金属等很多呢我们街头的元素。
所以我们将摇滚精神呢加入更多的艺术氛围，所以给大家呢非常清新型的暗黑新势力。好，来，我们现场还有媒体朋友们哪边需要镜头的吗？来，那我们先从右边开始，我们先从右边开始。我们这个合照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行电子媒体联访部分。来，接下来正中间的镜头，正前方的镜头。好，接下来最左方的镜头。来，左边上面这边，上面这边。好，左上方。好，回到中间，这个动作。好，最后中间一张。来，上面这里，下面，来这里，下那个手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进行呢我们媒体联访的部分，我们先。